每时每刻准时到达。是谁？这是红色飞机。没人说话，我赢了。等等，是我的。乐迪。可乐哥哥听说你拼积木很厉害，想让你把它拼出来。他是超级飞侠的主角。而且他是世界上最快的飞机。你现在把它拼出来吧。不拼。为什么？你竟然拿它来找我，我不拼。我不是故意的。KV 试试揍他。每时每刻准时到达。交给我，我最爱拼积木了。超级飞侠积木盲盒，现手红色飞机，开箱。红色积木，还发现一个贴纸。超级飞侠的红色飞机，诶，里面有红色飞机吗？我怎么没看到？有小伙伴知道红色飞机是谁吗？你看，这个红色飞机是红色积木加白色积木，是红白配色。前面显示乐迪说他是超级飞侠里面的主角，而且他是世界上最快的飞机，这会是哪个角色呢？小伙伴，你猜出来了吗？我记得超级飞侠里面主角有好多，比如小爱、多多、小青、乐迪。诶，乐迪。诶，乐迪就是红白配色，而且是世界上最快的飞机，哈哈！我知道我拼的是谁了，他就是超级飞侠里面的乐迪。你看这个体型，这个配色就是乐迪了，我太厉害了，一下子给我猜出来，有没有小伙伴比我厉害先猜出来呢？乐迪是一架红色飞机，每天充满活力与自信，他喜欢飞往世界各地，帮助小朋友送包裹。你可以一句话证明你看过超级飞侠吗？我先来，我是乐迪，每时每刻准时到达。可乐哥哥，拼完乐迪可以拼小爱、小晴、多多、包警长、卡文、酷飞、米莉、金刚、酷雷、雪儿、巴奇、奇奇、米克吗？这么多，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。哈哈哈，我当你答应了。小伙伴给可乐哥哥加加油，让他都拼出来。继续往上拼乐迪的身体。超级飞侠已经好多好多季了，好像有14季了，你看到第几季了呢？超级飞侠里面你喜欢谁呢？我最喜欢乐迪，他每天充满活力，积极乐观，乐于助人，虽然偶尔过度自信，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他。你呢？你很想看超级飞侠里面哪个角色呢？比如小爱、小青、多多、包警长、卡文、酷飞都可以告诉我，我都会拼哦。把乐迪的手臂拼出来。超级飞侠马上拼好了，拼好后你们看看有多帅气。贴上嘴巴，超级飞侠乐迪组装完成，一身红白配色，双脚、双手，还有两个鸡耳朵，两个乐迪比起来太像了。哈哈，这个乐迪我太喜欢了，可乐哥哥，我其他小伙伴也一起拼出来。